材料很简单，我们黑糖、红糖、我们这样慢慢让它转，让它煮哈，过程大概要四分半钟。摆摊去，摆摊的可能就卖完了，还要再做再做。OK 的 ，OK 的。那、啊、这个大部分可以摆两个礼拜，不用冰的了哈。吃完盖好，盛着换，重点要盛着换。我们这样转，最主要是不要让它烧焦了。对，非常完美。这个生意非常好，吃惯了基本上是不会让你了，因为铁咖啡、咖啡经常换的，经常所以没有咖啡的。我们蘸一下小苏打粉，对，把两百八，速度要快，全面都要蘸到哈。好好拿，不要碰断，吃饭太好，不要拿下来了，这是重点，很可怕，谢谢。镜头拉近一点点，不全画面。拜。OK。拜拜。